界最好最好的爸爸，同埋一个全世界最好最好的老公。我今年48岁啦，我哥哥今年唔知五十几多岁嘅时候咧，结婚同我从来啦，即系起码喺我面前，我从来未见过我爸爸有另一个女人，就系得我妈咪一个嘅啫。从来未听过有第二个男人，从来未听过第二个女人，所以在我心目中的时候咧，初恋就是要结婚噶啦，老婆知唔知啊？边个拣咗你啊？之前嗰只 couple 都唔计啊 ，OK？ 虽然我个 best man 同 roommate 大学都喺度啊，咁但系咧好重要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大家要知道一样嘢，你知唔知我老婆嫁俾我好大一个原因嘅？我老婆嫁俾我就系睇过一个未嫁俾我之前嘅时候就见到一次，同我爸爸妈咪一起真人真事。之后见到我妈咪咧要去洗手间要去厕所，之后我爸爸你知唔知做咩？佢急急脚嘅时候咧就跑咗入男厕，知唔知做咩？佢急急脚见到妈咪去女厕啦，咁我同 我女朋友一起啦 ，Rita 啦，我爸爸就急急脚跑咗入个男厕，知唔知做咩？急急脚跑入个男厕度攞厕纸啊，拎出嚟俾妈咪，同妈咪讲话惊佢入女厕冇厕纸啊！哇！之后我老婆就话见到咁样嘅爸爸，一定有咁样嘅阿仔，就决定嫁俾我啦。咩？翻到爸爸，哇！全世界最好嘅。